黄帝蟹，世界上最贵的螃蟹，600斤，我尝尝能吃出什么味道。哎呦我去，这个黄吃能爽不？哎呦我去，这还叫蟹黄？再给你吃，费半天劲终于给它弄开了啊。哎呦我去，这是真好吃，这钱没白花，一股金钱的味道。哎呦我去，这叫蟹黄。15斤一只大波龙。哎呦，越大的波龙它就越空啊。我给你看看，费半天劲终于给他弄开了啊。这得会木匠活，要不然都不行。哎呦我去，这大鸡排这个尴尬呀，摁短了录个11秒，这得开照啊。哎呦我靠，都炸破了。这全是刺儿啊，全是尖儿。一只海螺2斤半，这是我吃过最贵的海螺，600一只一斤。这一只海螺花了我2000多，这个环我就不挑战了啊。哎呦我去，来点尿汁儿，我必须得尝尝一股金钱的味道。象拔蚌，最近老铁总让我吃这玩意儿是不？必须安排。哎呦我去！录个视频，差点把手机干坏了啊！摄像头都，我说还有。暂停一下，扒皮儿，费半天劲，终于整好了啊！哎呀！咱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啊？为了你们，我这是拼了啊！这味道，属实是扛不住啊！想吃别的告诉我。同样是螃蟹，那做人的差距，不是做螃蟹的差距，它咋这么大呢？这叫螃蟹，这也叫螃蟹，是不是？就这大腿是吧，我把肉全干出来啊。等一会儿可算搬好了啊，开搂吧。
对，太爽了。好久吃帝王蟹没这么认真过啊！这玩意儿属实是靠谱，这大肉块到位了啊！铁子们都看到这儿了，给我个双击。100块钱一只的大虾，咱尝尝，到底是是不是那个？我就不信它能好吃到哪儿去，咱就尝尝啊！然后铁子呢，把那个小红心帮我杵上那么一杵，我替你们尝尝啊，看看它到底是不是那味儿，是不是得蘸点小辣油啊？上当了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八爪鱼，这叫八爪鱼，这它也叫八爪鱼。我先尝尝这大玩意儿啊，我也没吃过，不知道它啥味儿。我看人家吃什么刺身挺香的，咱也尝尝，蘸点芥末小辣油，小尿汁儿。拉倒吧，还是在咱这玩意儿嘛，就是差距大点儿，是不是？但这玩意儿它能吃，享受不了。谁说？凶狠的奥龙，这玩意儿可好久没吃了，是不，天子们？今天满足你们，你们把那个小双击给我点上。吃撑了吗？都好久不扒这玩意儿，有点不会了。来个双击，铁子。